緊佢第三位咧，就喺海泉之寶後面嗰扎馬咧，係呢個大蘋果啊，同埋咧仲有呢啲咧就華遠世家呢一扎啦，就有大概200米路程要跑嘅時候，騎兵突出咧，仲佔多少優勢喺度啦？但係呢個連城寶見到余敬城攆住個頭嚟追，追下追下已經係過咗呢個騎兵突出㗎啦，海泉之寶仲喺個第三位嘅，喺到最後一段路程嘅時候，呢個連城寶已經係過咗呢個騎兵突出，贏緊㗎啦，冇錯，嗰啲嘅就係連城寶啊，第一、第二名騎兵突出，第三名咧就海泉之寶。第三次上陣嘅余敬城，系咪啊？四檔啊！喺轉彎邊見到佢嗱嗱臨追到上第三位都好惡噶啦，喺馬位翻。已經突出走內檔更加立啦，佢都精噶，佢又唔係完全走埋去入邊嘅，因為完成唔到似乎真係實力高嘅啲啊。好全知道啊，路程短少少，咁咪啲馬拉出嚟都有啲汗濕嘅。咁啊，第一名咧就係九號馬嘅連城。